在白净沙滩享受海边漫步时光，挥杆同时俯瞰美景。这是密克罗尼西亚劳劳贝高尔夫球场，搭乘私人湾流飞机跳岛旅游，被誉为美国属地最棒的秘密花园北马利亚纳群岛。当地观光局再推客制化顶级行程，美团要价250万元。拿起冰消破冰，旅行社业者同样锁定顶级客群，推出南极百万游，搭乘破冰船畅游福克兰等三群岛 ，long stay 30天，售价110万元起。它这个金额也比较高啊，那个一般上班族的话，还要考虑他本身工作的情况，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时间太长了。客群大概是以40岁以上，然后有一些大部分是一些企业主、医师，还有所谓的这个退休人士为主。目前两个梯次仅各限2团，那目前已经销售到一半。同样锁定金字塔顶端的还有新人航空，可以看到不只是暌违多年有头等舱，而且还有这样子配置了私人的拉门，非常的有隐私。再看到我现在所躺的这个椅子呢，它不是一般的座椅，它是拥有零重力的这个座椅，所以不只可以全数躺平，而且呢，让你在飞行的航程中更加舒适。他要接受是民航局的认证，大概时程有航这个3个月，他会再丢到是说亚洲航线，大概还需要差不多3个月啊。那等明年的4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辟美国航线。看准以后旅游商机大复苏，各地观光局、旅行社、航空业者各推特色行程，全力抢客。华新闻冯志传新闻台报道。